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等很久，等了一早上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雄青啊，我跟他们家族的故事都是22年前的往事了，怎么又写到我这里来了哈？那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在舞台上嘛，大家都很清楚。那我只是说，俗话讲嘛，我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，然后解铃还需系铃人嘛，啊，只希望他们都有非常圆满的讨论跟比较好的结果，祝福他们。你有见过王小飞？我只有在公开场合，其实新闻台这两天也都用了，就是在 L 杂志的活动，哦，就那一次，所以真的是，故事完全没有交叉。那焦哥家里是睡什么床垫？啊，这是个好问题啊，我还真不知道呢。那是太太选的，太太选的啊。就是过去22年来跟他们家族的互动都是在公开场合，大家都看到的那些，上节目啊、晚会啊、啊颁奖典礼啊等等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小飞不攻击小飞，哎，你不是要挡吗？认真挡好不好？挡不住，挡不住。围挡，你知道？围挡的，你挡要挡大声一点嘛。哎，你不是也要挡吗？一前一后。哎，认真挡，认真挡。是副市长在看，对不对？副市长出来挡，出来挡。没有。